支持你的，收了多少钱啊？宝山餐厅遭人泼洒挥舞，3名共犯落网后被警方移送北检复讯。下车，注意，来。 时间拉回1天前，3名共犯来到北检，想帮泼洒秽物的莫姓嫌犯交保，但他们早被警方盯上，当场遭到逮捕。手放车上了。3人坐在路旁，满脸错愕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其实这一群人早有预谋，而且分工精细。案发当下，其实全都在场。 莫姓嫌犯负责下手泼洒秽物，姜姓李姓范闲则在餐厅内录影回报，李姓范闲的弟弟则在餐厅外把风监看，直到犯案完毕，3人才一同离开现场。警方发现范闲的确有到店内吃饭，甚至还事先拍下餐点内有蟑螂脚的照片，却根本没跟店家反映，而是拍完照就去看医生，试图在落网后谎称是消费纠纷。但案件背后其实另有藏镜人，有着北联邦背景的李姓兄弟供称是被老板教唆犯案，他们先找上堂兄姜姓男子作为中间人，江南帮忙找同一所高中的莫姓男子负责犯案，但真正的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？这跟店家有什么纠纷吗？ 是有吃坏肚子吗？宝山餐厅遭人上门泼洒秽物，警告意味浓厚，明显是有着政治意图。随着嫌犯一一落网，背后真相也将水落石出。3立新闻江仁贤、许志成台北报道。